这里是民进火培的有鱼读书节目，我是徐有鱼。今天我给大家讲杨怀先生的《晋楚宗主部》，这是第三次讲解这本书，也是最后一次讲解这本书。我们知道杨怀先生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那今天我就要讲一讲这本书的作者，他为什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书中描述的内容哪些表明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持的理想主义是什么样的理想主义，他的另类人生到底有哪些内容是值得我们谈论的，这是一个还是有意思的话题。我开始是这么讲的，这本书的作者杨怀先生有个非常重要的好朋友，他的铁哥们是中共元老的陈云的大儿子，叫陈元。陈元是他在清华大学同学，也是他的铁哥们，也是陈元前线把杨怀先生介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去工作的，有了他一段不同凡响的人生，跟陈元关系很大。而且陈元后来是官升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也算是位列于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之内吧。这陈元对自己的好朋友做了这么一个评价，也很有意思的。杨怀先生自己评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过的是另类人生。陈元是这么评价的，他说你六四后立国退党，因为他杨怀先生六四以后就出走了，就离开中国了，你六四之后立国退党大捷不好。这是陈元站在一个非常正统的地位说的，立国退党大捷不好。但是呢，你不伤害熟人，你出去没有讲我们这些哥们儿，我们这些权贵子弟，那被别人非礼的很厉害。你没有伤害熟人，没讲坏话，讲哥们儿力气，小街不错，够朋友。这是陈元的评价，说是你是六四之后立国退党，大街不好，但是呢不伤害熟人，讲哥们儿力气，对我们小街不错，其实就是嘴下留情吧。还够朋友，嘴下留情，鼻下留情，没说我们坏话。这是当然，这是杨怀先生做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跟他的一个标准了。那他是这么一看嘛？如果叫我来评价的话，我的评价就跟杨怀、跟陈元先生就有点不同。我觉得看了这本书，也通过其他渠道的了解，我觉得杨怀先生大节不错，小街也相当不错。所以我跟今天就根据这本书的内容来说，他的大街跟小街到底怎么，我本来想讲哪些大街怎么样，哪些小街怎么样，现在我后来觉得这么说也说比较复杂，还要去分门别类，我干脆就按照他这本书的按照时间顺序来说这个问题，说大街小街和在一起说。就我先说他几个事情，来看他的大街跟小街怎么样。就1984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整党的活动，整党当然就要检查自我评价，或者是要征求意见，还要做发言。当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尤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青年干部局这种要害部门，整党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了，对自己的政治生命要有一个总结跟评价。他杨怀先生在中组部的整党会议上，他的发言，他居然就说到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走了很多弯路，犯了很多错误，他过去犯的错误不是个别的错误，不是局部的错误，而是整体性的错误，是全局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有很深厚的历史根源，有非常多的教训值得总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我们现在还热衷于去干什么呢？去抓三种人。
所以连环先生我最欣赏他的话，他真正危险的不是三种人，而是我们党缺乏民主。我觉得敢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整党会议上说出这么一番话，我觉得这种坚持跟高举自己的理想主义大旗，这是够得上的了。而且明确的对着干，就说最危险的并不是三种人，这既是公道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有见地的政治上的一个见解。最危险的根本不是三种人问题，而是我们党缺少民主。为这件事，我觉得要够得上是理想主义了吧？至少在我的标准里面是这一点。我觉得说杨怀先生够的国门利器，我觉得陈元举的例子我倒不看重，就是我们这些高干子弟、特权阶层的人做，肯定是被老百姓非议的不像话。但是杨怀在海外出去以后，说了大量的支持民主自由的话，也没说没有公开说我们的坏话，也没有暴露我们的私人的什么东西，这是够哥们儿的。但是我现在在看这本书，我最欣赏的杨怀的更具哥们儿力气的事情是这么一件事。就在1984年的9月份，在莫干山开了一个很著名的会，这个会在中国的改革史上都是非常值得纪念跟值得大书特书大谈特谈的事情。确实也有很多书在谈这件事情。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讨论会，在会上的时候，那全国1000多人报名，最后筛选了100多人，都是哗众选哗，选了很多非常有见解的人，能够发言是非常质量高的人，而且吸引了全国的很多中青年，对经济感兴趣的人，或者有经济学素养的人，或者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途特别关心的人，都是想一票难求，都是想来争取开这个会。在江苏泰州有一个青年工人，他就争取到开这个会了。他争取是很困难的，他在工厂工作，工厂的人不支持他，就说你如果要去开会，我们就把你开除了。他就一定要开会，他就说那我辞了职也要去开，他就去开这会。开会，当杨怀先生他也是会务组的，他也很了解情况。他听说这件事情以后，他就反应就非常强烈了。当然这件事，一个工人要开会居然遭到开除或者必须辞职才能够开会，工厂卡一个人卡那么厉害，而且开这个会是表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的一个支持跟关心嘛，怎么会搞到这种下场才能够开会呢？杨怀先生就是大家肯定都是对这个青年工人是很同情的很支持的，但是你又能干什么呢？哎，连怀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就是我觉得这表现他理想主义跟不同凡响的地方。他开会听到那工人的发言，他就递了一个条，那条上就说是工厂没有道理，他中组部要管，然后落名就是中组部清干局，就把这牌。一般我觉得这是一个官场的忌讳的，你中组部形式是非常隐晦跟低调的，而且哪有中组部清干局这么在外面招摇，那么高调的，那么伸张正义，一般做事情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杨怀先生一个不同凡响的地方，因为他按捺不住了，陪案而起了，把条子递上去，说工厂没有到，工厂无理，这中组不要管，而且要去干预这件事，要一管到底。他这条子一递上去，就引起会场上的轰动了。轰动以后，然后就叫他发言。一般来说，相当官方跟相当内部的这些核心党组织人是不在这种情况下曝光的。那他也是一反常态，那他发言就发言，就去狠狠地批了这工人所在的工厂的领导，狠狠批了他一番，说他们是封建主义啊，压制人才啊，官僚主义啊，或者对改革不支持，反正就是狠狠地批了一大通。因为他的身份是中组部的人，
总主部这么一批，而且他居然就这么，我觉得也太大胆了。表总主部就是要干预这件事，就是要管这件事，而且要一管到底，引起了轰动，那掌声雷动。他也说得非常带劲儿，那把那工厂就狠狠地批了一通，批了一通下来以后，后来江苏省方面就因为就纯粹是因为总主部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说了这么一番话，这番话在中国的官场，在党组织来看起来就是非常不同凡响，而且是分量很重的话了。所以江苏省方面就派人来解释，就带了很多这个工人怎么平常吊儿郎当啊，这些反正不听话啊，这些表现不好的材料，就专门到这里来报告给他听。我想实际上是希望他改变态度，就他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他这个表态是相当关键跟相当重要的，那就让地方官员是地方党组织是受不了的这种东西吗？他说我不看那东西，我知道你们的那种玩意儿。后来工厂当然也表示，就还是让他扶植扶行回去工作。我觉得严怀先生好就好在他除了大胆以外还心细，这大胆心细结合在一起，他说现在我这么强压他当地的党组织 当地的 工厂的这些领导，当然就是说表面上欢迎他回去，那日久天长我不能管他一辈子啊，那他以后给他穿小鞋那他怎么办呢？他一不做二不休，给他彻底解决，把他介绍到另外一个报社去工作。而且后来非常令他欣慰的是，这个人在报社干得还不错，在新闻上报道上还拿了奖。我这件事是一个非常不同凡响的，一个党的要害部门的人在这么一个非常有影响众所关注的这种大会上就递条子，说话这么直截了当的，而且对人无微不至，关心到底，我觉得像能做到他这样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要说他的理想主义跟另类人生，我觉得是非常我觉得是完全是够资格的，我说得过去的。那我现在再讲一个小节吧，小节也非常有趣，我看了以后我非常想法很多，而且我觉得也非常有趣。就是严怀先生有个女朋友叫姓何，是一个新闻记者，看起来是一个很能干的新闻记者，他们两人情投意合，经常一起去看文艺节目啊，体育节目啊，大家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到了1984年的十月份，有一天下午，他的姓何的记者，在他的女朋友就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我正在西单附近采访完了，我工作完了以后，咱们就一起吃顿饭。在哪儿吃呢？在西单附近，在鸿宾楼。哦，他一听大吃一惊，鸿宾楼那么高级的地方，平生也没有社交到那里去过，就去了，就到那里。一到了鸿宾楼，找了一个单间雅座，这他也从来没享受过这些。他虽然是高干子弟，他生活非常朴素，而且那个年代也没有兜里也没有太多的钱吧，也没有这种局面，至少他也没有怎么碰到过。在高级饭店的一个单间雅座，然后饭店的总经理就来了，就自我介绍，穿着西服笔挺，就是说我姓马，是这里的总经理。他女朋友也给他介绍，马经理是全国人大代表。然后那人就非常毕恭毕敬的就问他要吃什么。他在那里想，那这顿饭我自己带的钱够不够都很难说。然后他就在菜单上，他照比较简单的就点了一些菜，然后心慌意乱的匆匆忙忙就吃了。那他也吃不完，他也拼命吃，他也不愿意浪费。吃完饭以后，他就把他身上兜里的所有钱都拿出来，他不是交给马经理，给他的女朋友，我这钱肯定不够，该差多少你就把它找补起来吧，就交给他。那女朋友说，那谁要你的钱啊，这顿饭不要钱。开始他女朋友有跟他开玩笑，这钱我早就付了，他不信。后来女朋友这顿饭
这顿饭肯定是不要钱，我们在这里吃。他那为什么不要钱呢？他女朋友他说我是写报道的，我跟他美言几句，那报道上一发一条好消息，他在饭馆那成千上万的钱不就来了吗？他别人哪在乎我们这点钱呢？我对他的报答那是很大的。他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最后就一道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越想越不对头，他第二天中午从单位就骑着自行车就跑到红平楼去找到马经理，就说马经理，我昨天吃饭没付钱，我要付。那马经理脸色就变了，他就坚持要付钱，马经理坚决不要，他使劲的坚持，马经理最后却不过就把钱付了，付了以后就收下他的钱。哦，他还有一个细节，他进了饭馆，他就仔细的把菜单拿出来，仔细的研究昨天到底吃了哪些东西，做了一个精心的计算，把钱算得很清楚。我昨天就是吃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该多少钱就多少钱。他是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就把按照昨天吃的很精确的把钱付了。后来第二天呢，他女朋友姓何的记者就跟他打电话说，今天到我妈家里来吧，有话要跟你讲。他一听就不对头了，他平常说话都是很亲热的很亲密的，今天怎么那么凶啊？他觉得来者不善，恐怕不好。平常他到他女朋友母亲家里去都是在别人家里吃饭了，今天恐怕不行了，今天自己在大食堂跟一些单身汉在一起匆匆忙忙的很粗糙的就吃了一顿饭，就到他家里去。去了以后他女朋友劈头盖脑的就跟他发一大通火，哪有你这种人脑袋这么方啊，做事情是这样做的。那马经理别人完全不理解是怎么回事啊，我哪点没伺候好他，我哪点把他招待不周啊，他怎么这样做呢？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人。别人肯定想的是得罪了他了，他才故意来送钱来这么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不满嘛。那马经理万万没想到还有这种人，就觉得真是觉得该把钱还回来。所以马经理就是一脸的惶恐，对心里很虚，觉得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什么地方招待不周啊，不对。后来呢他女朋友跟他解释以后，哦，马经理还真有这种人啊，还要真要把钱弄回来。他说我从来没见过你的那位男同志表现得那么生硬的，那么不通情理的。他的女朋友就给他非常不高兴，就说这事儿。然后他们第一次这种本身是关系极要好极亲密的，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乐痕，就是在付钱跟不付钱问题。他坚持要付钱，女朋友觉得哪有你这么做事情这么生硬的，这么不通情理的。就后来过了一项，他女朋友又给他想给他买贵重的礼物，他说我今天得了1000块钱是红包。他你怎么他这钱可不少，1000块钱，当初一个工程师一个月是挣97块钱，一年的话基本就是一千上下的钱。好，你现在你随便拿一个红包就是1000块钱给我买高级礼品，那他说那怎么行，怎么能随便拿别人这么多钱呢？那女朋友就跟他解释，他说我是写报道，那报道一个万元户很高兴，然后就给我，他这钱其实不算什么，他给他的徒弟也就是一个红包也就是这么多，他给我的给他徒弟的红包都是一样的，就这么多钱。然后严怀又跟他女朋友就争论得非常厉害，他朋友就说你倒会说好话，你是高级干部家庭出身，我自己虽然父亲是高级干部，但早已经文化革命中间就死了，我母亲呢也是一个这样孤儿寡母的，我们家里拿着很不容易，现在有这么一点外快算什么，而且是大家都这么做。但是严怀就不认可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故事看了我是非常非常有感想，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觉得我很欣赏这种认识你的人。他的
他的女朋友发脾气，反正你这个人就是个左派，就是个极左，你中学中左，大学大左，到了中组部就是，到了文化革命就是极左，干了各种很左的事情。现在我这收了一点钱，这是一点也不违法，也没做什么坏事，你就用这种很左的态度来对待我，他就受不了。结果他们两人就说不好，就这两件事情发生以后，在他们的感情关系上就产生了一个很深的裂痕，最终就导致了他们分手。我觉得严怀很喜欢他这女朋友，而且他们之间感情当然就是另外一个故事，这里不讲了，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严怀自己也非常跟他女朋友失去他女朋友也非常遗憾，但是事情就这么发展起来的。我看了这故事，我倒一点不觉得杨怀是个方老戴。我觉得实际上坚持的东西不是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吃饭要付钱，不能吃了饭嘴一抹就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东西。哪怕饭店的经理愿意这么给你提供，我觉得作为一个做人来说的话，吃饭付钱，我觉得去白吃白喝，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东西。所以这一点虽然是一个小事情，所以我说严怀的大节好小节也好，我觉得这个小节挺说明问题。我觉得也许我们的观众里面会有不同的意见，吃顿饭算什么，拿个1000块钱红包也不算什么，那跟后面事情的发展相比，那基本上小菜一碟可能都算不上了，可能会到这种地步。但是我仍然认为坚持这样的价值标准，我觉得是，而且坚持的那么顽强，坚持的那么不怕得罪人，最后搞了这么一个结果，他也是没有办法，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我对这点我一点没有指责，我相反我是非常欣赏跟很崇敬这么一种态度的。当然我觉得最大的大姐就是严怀在1989年六四屠杀的时候，他的那种坚决跟鲜明的义无反顾的立场，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难得。处在他这种要害部门的人里面能做到这样，我觉得也不容易。就1989年6月3号从黄昏开始，严怀就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上。当然我有一个凑巧，我看他的描述，他的行动轨迹在天安门那天的时间地点跟我在天安门广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看的是非常亲切。他走到哪儿，看到什么东西，听到什么东西，跟我自己的记忆中间感受的东西都是一样。他1989年6月3号下午就开始就一直待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坚持，也在天安门的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到处看，看到了军队进军，看到了军队屠杀群众，看到了坦克轰轰隆隆的从北边往南边开，这些他都目睹了。还有些解放军战士被冲散了以后，那些遭到群众的围攻甚至殴打的时候，他去劝过，这些事情他都做了详细的记录。他那天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惨痛的记忆的一个日子。他回到最后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学生全部撤出天安门广场以后，他回到家里身上都带着血，因为很多人都死在这里了。而且他还到周围的一些医院去看过，到底死伤了多少人，他还有一些数字。就他看到的呢，他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他说死了几百人，就是因为他看到的范围非常有限嘛，就看了周围的一些医院。他也就是他是天安门屠杀的血腥屠杀的一个第一手的目睹者，直接的证人。他看了那一幕以后，他实在是心情难以平静，而且他觉得他跟这个政权跟这个党只能是一刀两断了，他不可能在这种屠刀下面生活，而且他不可能再继续为
这个政权服务。虽然他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有组织能力，他服务是服务得很好，但他为这个政，他在体制内服务是想在体制内推动改革，做很多好事呢。他确实也做了很多好事，他关于干部体制的改革 也写到党的报告里面，被赵紫阳吸收了，所以他能够做很多好事。但是六四屠杀以后，他觉得他再也不能维持了，他就离开了中国。当然他不是逃亡出去的，因为他也没有被通缉，他在体制内还是有资格有地位的人。他通过工作关系，因为他所在的公司，他大的公司是康华公司，他出差到香港，出差前他给他最要好的朋友已经把他的打算交代了，他这一去就不复返了，而且去了香港的就要直奔法国的巴黎，就要去投身于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我觉得这么一个决心，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非常难下的，而且说明他的立场之鲜明，态度之坚决。我觉得是要说大姐好，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最难得的，最说明问题的大姐好。他七月份的时候就飞到香港，也跟很多各种各样的香港的驻港的官员告别，把自己公司的工作清理了，把自己财务也结清了，把自己银行卡、信用卡这些都归还了，这个安排的很好。然后通过法国驻香港的总领馆，就到巴黎去了。他一头就从一个共产党的核心部门、机密部门的一个重要的官员，一头就砸到民运队伍里去了。我觉得这种转变，这么大的魄力，这么大的决心，我觉得是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姐好，我认为的大姐好，主要就这是第一大姐好。他到了那里就参加民运，就做很多。首先他到了巴黎以后，他首先要表明对六四的态度，所以他在九月十号跟十二号的时候，就在欧洲最比较有影响的《欧洲日报》上，他就口述了天安门的情况，然后就发表在九月十号做在《欧洲日报》的编辑部做口述，然后9月12号，《欧洲日报》就把他的口述登出来了，题目就是《天安门广场实录》，他就要把真实情况写出来，他是第一手的，我觉得是最令人信服的。他的身份也能够保证他说的话不会去污蔑中国共产党吧。他就天安门广场实录就登出来，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一个中国共产党要害部门的官员在海外这么用第一手材料来揭露天安门广场血腥大屠杀的这种实际情况。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勇气跟非常不简单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然后到了9月19号跟20号，欧洲日报又登了他的文章，我为什么离开中国，这个文章就是系统的阐发了他对中国的政治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到底是干了什么事情，到底中国共产党怎么对人民的，这个政权到底怎么样，这个政权的前途怎么样，他说了很多。所以他的题目是我为什么离开中国，把他的经验，把他的经历，把他的观察，把他的思考，把他对中共政权的从根本性的批判一股脑的写出来，写了一大篇非常长的好几千七八千字的一个大文章就登出来，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我觉得这件事也可以整个来说，在六四中间的表现应该是大姐非常之好了，我觉得最说明问题。这件事还没完，还有很有趣跟很重要的事情。后来他在国外海外跟他家里通电话，跟他父亲通电话，他父亲就说江泽民打电话来了。但江泽民当初已经上海市委书记，调到中央当总书记了。江泽民当总书记第一时间就报告给他，就给他通报了严怀的父亲，因为他们是老关系，他们之间是非常深厚的这种关系，两家人关系好得不得了。那
江泽民可以允许他向外透露他总书记身份的第一时间，首先第一个就把消息告诉的是严怀的父亲，而且向严怀的父亲问好，说我现在不能再来看你了，我身不由己了。但他当总书记的当然是这么一个身份了，就这么。然后呢，他的父亲在岳阳电话里面就告诉严怀，就说江泽民又跟他丈夫他的父亲打电话，江泽民就那样说的。江泽民就说：“老严啊，你们小严不够意思啊，在法国的报纸上胡说八道啊。”就表示不满了。就江泽民是亲眼看，肯定就是亲自知道了严怀在海外披露六四屠杀的真相，而且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谴责跟批判这场大屠杀，谴责跟批判了中共政权的这些政策。所以江泽民说的话也是很有意思，就给自己老战友老朋友说：“老严啊，你家那小严是不够意思啊，在法国的巴黎胡说八道。”当然他的父亲作为老共产党员只能说一些调解的话了，首先就说：“哎呀，儿大不由人啊，他那么说我也管不了，这也是一个事情，不是我指使的吧。”那意思就是第二呢，就说也做了一点保证，所以严怀这个人不会对个人在海外利用海外的媒体，他批评的是制度跟政策嘛，批评的是政权嘛，他不会对你个人这些说一些不恭敬的话或者是难听的话，就做了一个保证。然后我觉得这话特别有意思，也代表江泽民的意思。他就说，江泽民又对严怀的父亲说，他说：“请你转告他，请你转告你家的小严，共产党是对得起他，共产党对得起他，我也对得起他。”严怀就在那里，他后来就想，他真是共产党对他还是不错的，他毕竟是红二代，是自己的子弟嘛，也信任他，给他委以重任，给他那么核心重要的工作让他做。江泽民对他更好，江泽民在关键时候帮了他很多忙，所以江泽民说这话就是你要转告你家那个儿子啊，你共产党是对得起他的啊，我也是对得起他的啊。这话虽然说的平淡，我就能体会到江泽民的话是很重的。江泽民实际上就用那话来责备，或者是用这话来告诫严怀，就咱们做人还是要有基本的道理啊，共产党待你不薄啊，我老江对你也不错啊，你怎么这样呢，你还要干什么呢？但是严怀的回答我就非常令人敬佩，他说他请他父亲，他请你转告江叔叔，他说请你转告呢，就要他父亲转告江泽民，共产党呢，我承认共产党真是对得起我，这我承认共产党是对得起我，但是对不起在六四冤枉死去的人。我这个回答就是非常正面的，针锋相对了，而且是大气凛然的。对得起我，我承认共产党待我不薄，但是对不起他屠杀掉的人民，对不起那些冤枉死去的人。我这件事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大戒不亏的，大戒也好的一个经典的典范，所以我对严怀描述这些东西我感慨非常之深。而且呢，我就觉得严怀真是大戒小戒都不错，不是像陈元说的大戒不行小戒行，我觉得大戒小戒的，而且他的大戒我认为他大戒非常之好，跟你陈元说了大戒不好，我觉得我们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我觉得严怀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能够在六四有那么鲜明的表态，在江泽民自己家里的最要好的亲戚朋友，而且成了江总书记以后，用这种基本做人的道理，共产党待你不亏，我待你也不错的，用这种基本做人的底线来苛责他的时候，他能够做出这么强有力的、这么鲜明的这种回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是大姐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事情。所以我从这些事情，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大家还可以看这本书，里面记叙了很多非常有
很多的事情，比方杨怀是怎么是卷入跟投身到海外民主运动，最后又怎么脱离这种运动，他怎么去从海外民运的一个骨干分子变成了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的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他发表了多少东西，他的学术上的成就是怎么样，我这本书都是非常有趣的，这是看起来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呢，我就想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杨怀的这本书《进出总主部》，它的副标题是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的另类人生，这就是这个题目取的是特带杨怀的个性，他在现代这个时代还强调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人生一种是理想主义的另类人生，我这句话是非常值得品味的，所以我还想发一点立论，这件事到底是我们怎么来看待杨怀的理想主义。刚才举的例子我觉得我是完全承认，大街小街都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人，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理想主义这个东西呢？首先我想说的，杨怀的理，因为谈到理想主义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当初像我们这一代人，杨怀这一代人在投身到文化革命中间去的时候，做了很多错事坏事跟值得悔恨的事情，其实说的最多的都是我们是理想主义者。那现在杨怀讲的理想主义是不是说明他还是在坚持了当初的理想呢？我就看了这本书显然不是。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如果这样的话很容易混淆起来，当我们现在在谈理想主义的时候，会不会给别人一种误解，我们还是像当初红卫兵的情怀并没有完全消退呢？我们还是在坚持我们当初的这种理想呢？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是立论一番跟考虑一番了。我认为首先我觉得杨怀坚持理想是跟文化大革命那一代人坚持那种世界革命的理想，要建设一个红彤彤的世界，要把中国建设成是一个世界革命根据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要让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些理想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说的完全是两回事。他对自己理想主义是实际上是有一个反思跟批判，他后来是抛弃了当初的理想，那种所谓的革命的理想，接受了普世价值，吸取了世界政治文明的这些优秀的东西，然后他有一种新的理想。当然他在这本书里面没有做过多的阐发，但是能够看出来他这种思想线索，他对自己文化革命的东西是进行了彻底的清理的，这方面我觉得同样也能够给我们思想上有非常多的启发。如果要谈理想的话，像我们这代人，也就是从40年代参加文化革命这代人，大概是从40年代出生，从温家宝这种北京地质学院的研究生，最大的参加文化革命的学生吧，也可以算是，一直到文化革命中间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小学高年级，像习近平这一代，也就是从温家宝到习近平这么一个年龄的覆盖段来说，也就从40年代到50年代中这么一大段来说，这一代人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红卫兵一代人，或者叫做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人，他们曾经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理想主义，高高飘扬的理想主义旗帜，对他们来说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理想是什么呢？这个理想值不值得我们继承呢？杨怀现在主张的理想主义是不是还是在继续以前这个理想呢？应该说不是的，杨怀实际上是抛弃了以前的理想，接受了些新的普世价值的这种东西。以前那种理想核心价值就在两点，一点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一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这种学说的话，就是用周恩来在给学习雷锋的题词里面说到的，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这种泾渭分明的这种态度，这是
这么一种理想主义，而且这种理想主义包含了跟当年的法西斯东西很相像的东西。比方这表现的最显著，我给大家显示一首诗歌，就当初的文化大革命中间，红卫兵这一代人，一个不知名的红卫兵写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叫做《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这首诗我只非常常，当初我们那人看的是热血沸腾的，热泪盈眶的，就是写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在毛泽东领导下要把自己建设，把北京建设成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把中国建设成是世界革命根据地，要去用革命的大旗去征服全世界。他这种畅想就是有一种征服世界的野心，这也是我们这种所谓理想主义最重要的一环。那谈的是中国要征服苏联，苏联是修正主义，说我们曾经饮马冻火火片，跨越了乌克兰的草原，翻过乌拉尔的疯癫，要把克里姆林红星再次点燃，还写了要去征服巴黎，要去征服瑞士，征服意大利，征服日本，要征服哈瓦那。当初哈瓦那其实是共产党政权，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修正主义了，还要去征服西班牙，还要去征服黑非洲，所以要实现毛泽东的教导，要实现列宁的遗嘱，要实现马克思的预言。就是当初的理想，就是所谓这代理想最根本的就是第一，在国内搞阶级斗争，要把一切阶级人的消灭掉，然后要把中国建设成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然后由此出发的话，要去征服全世界，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这种理想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理想，这跟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德国法西斯的理想，我觉得那种青年法西斯的理想，我觉得是完全是一回事。这首诗歌我们当初是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道出了我们的理想，我们整个的理想，我们的整个的革命口号。但是现在看起来，首先它是一个破产了的东西，它是一个破产的幻想，同时这种狂妄的野心确实是应该抛弃掉。我觉得那种对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的理想，我觉得这要进行一个批判。所以严怀他提到的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命名为至今理想主义者，我觉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他曾经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抚育下的这种红色的理想，这种理想实际上照有一个学者说的非常好，就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吃狼奶长大的，我们从小喂的是狼奶，就是要虐待阶级敌人，压迫阶级敌人，是蹂躏阶级敌人，毫不留情的对待他们。另外一个，要把这种红色革命从中国要推行到全世界，吃狼奶长大的人。后来这个学者说，实际上在80年代以后，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醒悟，有一个觉悟，实际上我们应该把狼奶一点一点的吐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在这里面事情最复杂就在哪儿呢？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大家对于以前那种文化革命中间我们这代人曾经有过的理想主义抱一个批评的态度，这种理想是幻灭了，是实际上是彻底的破灭了。然后呢，整个社会思潮，这一代人曾经上当受骗的，曾经怀抱着这种虚幻理想的人，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这里面我觉得用王朔的话说，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革命以及文化革命以前的意识形态培育出来的人，表面上讲的是理想主义，实际上是伪君子。所以当初另外有一个针锋相对的口号，我宁愿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所以后来在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引起了一场巨大的争论，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一场，整个社会上引起一场争论。一方是以张承志跟张伟为代表，他们继续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但这个理想主义跟文化革命中间那种活狼来长大理想主义是不是完全划清了界限，断绝了关系，大家发出了质疑。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代表就是二王对二张嘛，二张就是张承志跟张伟，高举于理想主义的大旗，二王就是王孟跟王朔。王孟那么老，但是他对这个制度下伪君子的东西是深恶痛绝的。王朔就代表了王祖的这种心理，就是那我就当真小人。真小人他毕竟有好处，他是真的，他是真诚的。我是小人，我就是小人，我不能又要当小人，要外表当君子。这场争论持续了很久，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这件事就跟我们现在谈到严怀先生的理想主义，我觉得就有关系了。那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受到教育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他怎么能够，我们怎么变成是另外一种东西？如果我们坚持的还是理想的话，跟以前那种东西怎么脱离干系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如果因为现在在中国社会来说，理想主义不一定是一个褒义词，对我们这代人是一个褒义词，理想主义很可能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不合时髦的东西，最严重的是一个虚伪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当你还宣称自己是为理想主义者的时候，也许别人就要问严怀，你理想主义是什么？你还是伪君子还是怎么？我们就是真小人，你是不是还要当伪君子？现在我就要替严怀先生来根据我的理解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我们这代受的教育，就是吃狼奶长大的，确实是培养的是伪君子，满口说的是革命东西，其实你看那是血统论、红卫兵，实践讲究的争取的还是自己的实力，还是自己个人前途、个人的政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你这次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这么下来，你曾经有过的虚伪的理想、虚幻的理想，现在你在谈理想主义的时候，你怎么能说明你的理想不是一种虚伪的东西，不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呢？我觉得在这里边，我觉得就是有几点我想说明。第一点我想说明的是，文化革命给了人一个惨痛的教训，那种虚幻的理想跟虚伪的理想确实引起了我们一代人的这种反思，而且有心反思走得很远。比方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的，花了很大的功夫，看了大量的书，对社会做了大量的调查跟了解，就是想抛弃以前的意识形态的这种灌输。这我觉得严怀先生的书里面也能够看出这一点，看大量的书，做大量的社会调查，做了大量的思考，终于走出去了。但是能够到底能够走多远，实际上自己狼奶在自己体内一点都不存留没有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难说的事情。至少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我认为还是有这么一个任务，就是要把狼奶是彻底的吐尽。但是我还是坚信，在去除掉旧的东西以后，去除掉虚伪的东西，我们不当伪君子以后，我觉得可以当一个真君子。我觉得严怀先生的书就充分说明这一点。我在这点上，我觉得有个理论上的问题，就是以前那套东西理想明明是狼奶式的理想，怎么会变成这个理想呢？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比方我们可以看一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种很著名的格言，他就说到，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呢，应该是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他在临死的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势力，就是为了人类而斗争。这句话我就特别值得玩味在哪儿呢？奥斯特洛夫斯基这句很著名的话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都把它作为至理名言。当初我们这人不但对这句话背得烂熟，而像我们这些俄语的人，俄语也铿锵有力的能够 背下来这段话。这段话对我们影响至关重要，这是我们的人生的座右铭。但是这里边有两点，第一点，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段至理名言，就人生应该怎么有意义的度过，为了要献身给人类解放事业这种壮丽的事业的时候，他这
苦的日子，是非常之悲惨的日子。所以这段话实际上就是所谓吃狼来长大的那种非常壮丽的格言，非常美丽的格言，非常鼓舞人心，非常高尚的这种格言，这种人生的教诲，实际上是跟悲惨的这种现实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首先要说的奥斯特洛夫斯这句话影响了我们一辈子，影响巨大巨深的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值得反思跟批判的东西。那本书实际上就是一个后来被揭露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就在这地方，实际上是歌颂压迫、歌颂镇压的、歌颂奴役的这么一本书。但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现在能够坚持理想主义，又带着这种一个长长的这种思想的尾巴。如果我想，如果没有当初这种极端的理想主义东西的话，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坚持我们理想，而且像严怀果刚才举到的大街小街坚持到这种地步。所以我就提出一点，一个东西理想的坚持，比方我们就看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段话，他并没有说我镇压的是北匪，并没有说我镇压的是哥萨克的起义，并没有这样的东西。一个其实一个道德上的东西，一个道德上教诲，它有一个抽象的东西，就人怎么是有意义的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的。我可以把以前那些狼奶成分的东西抛弃掉，我只取它的这种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基本上就是人一辈子活起来还是不应该碌碌无为的，不应该过一种庸俗的碌碌无为的生活，要使自己的生命过得有意义。所以当我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我还说我这辈子到世界上来了这么一趟，没有白活，没有白过。然后用这种东西来要求自己，自己怎么做学问，自己怎么对待工作，怎么自己对待亲戚，自己怎么对待朋友，都用这么一个态度。就是这种态度，就是当我临死的时候，临终的时候，要回首往事的时候，我能够问心无愧。这种东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的狼奶的成分去掉以后的话，他提供了一个怎么使人生有意义的口号跟框架。我这个东西如果继承的是这么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框架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有正面的意义的。但这就是说远了，但说到这里，实际上我是在进行一种比较深入的理性的这种探讨。当我们怎样从喝狼奶的一代要走出来，那些残忍的东西我们又要抛弃掉，但是我们又没有抛弃掉以后，我们从不当伪君子，我们就只能当真小人。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实际上我们可以选择一条更艰难的路，这条路非常困难，非常对自己有考验，就是我们既不当伪君子，也不当真小人，我们就让当真正的君子。这一点我觉得严怀先生的书把他的整个这种奋斗的过程，把他自己的这种自我完善的过程，我觉得是写的是比较充分的。这本书对我们来说，除了我们从近处中部逐步了解中共的内部的运作机制，使我们更好的了解中共这个政权以外，我们在做人做事为人处事上，我觉得怎么能够做到大节也好小节也好，我觉得严怀先生实践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我最后我还是回到这句话，我来向广大的网友跟读者推荐这本书。我觉得严怀先生在怎么大节好跟小节好上面给我们做这本书，给我们很有意义的启迪。我今天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以后再会。